上，在这个五颜六色的星球上，感受每一天的不一样。行走在宽阔宽阔马路上，遇到每一个伙伴，看着红绿灯一闪一闪，跟着城市的运转。车星球是一个神奇的星球，这里的居民都是各式各样的小车，还有星球车队帮助大家解决困难。小朋友们，欢迎来到汽车星球。障碍竞赛，小朋友们看呐，是星球车队。你们要去哪里呢？哦，你们要去参加障碍竞赛啊。我们也可以一起去吗？太好了，我们出发喽。星球车队已经各就各位了。第一个挑战的是小爱，小爱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小爱上了斜坡，小爱下了斜坡。小爱成功了，小丽要挑战第二关。哇，难度增加了。小丽上了斜坡，小丽下了斜坡，完成了，小丽真棒。最后是小乐和小宝，小乐怎么了？哇，难度加大了，加油，小乐。小乐在上斜坡，小乐往下滑了一点，又往上，加油，加油！耶，小乐成功上了斜坡。接下来轮到小宝。哇，看起来不容易呀。小心一点，小宝。小宝在下斜坡。小宝很小心地下斜坡。哎呀，加油啊，小宝。哦，小宝控制住了。成功下了斜坡，小宝真厉害，上上下下真好玩。今天的障碍竞赛成功。